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雅。今天晚上九点左右呢，我们十个主播啊，组织了一场5v5的友谊赛。一边的队伍呢是王空军，一边的队伍呢是王陆军。我们的队伍呢是空军代表团，这边的队伍成员呢是有秀叔叔，还有我，还有可乐，还有七神玲玲。然后敌方的队伍呢是有徐弟、南国雪、林冰、秀儿，还有鸟鸟。到时候呢就来一个一决高下，谁没三星谁尴尬。 OK， 今天晚上九点我们不见不散。